哇！哇！全部围上去哦！也许你看得到，看得到。哇，好多！哇 ！God！ 所有的蝌蚪都咬上去。我看过一次这种情形，就是以前就是他看到一只母蛙，嗯，就是屁股咬着这么多蝌蚪，然后他就爬出来的。是啊。对，我听说你们说有看过那个咬住的，咬住啊，然后他就爬出来，然后就想跳走这样子，然后蝌蚪就被甩出来。哇，这真的是疯了！那只母蛙好像很认命的样子。九尾狐。哇，这真的饿很久哦，因为我刚看蝌蚪很饿。它肚子好像很大大的。你现在有没有吃到？那个四只脚的好像没过去哈。嗯，对。他们应该不吃。疯，他们都疯了，真的是疯了，哇，疯了。啊，到时候这个影片唯一的缺点就是有剪过尾巴的蝌蚪。人家就会问，那蝌蚪的尾巴？因为我们打群彩的。去姐，你的灯亮吗？不要踩，不要直射它、哦。要打亮的灯吗？对。照下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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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照下面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哇，有人知道了。去，灯要关掉。真的会咬住，真的咬住。对啊。哇，那个已经好肥了，不知道吃到几百颗。这么快就出来，他不行了。很心酸无聊。去那，给你那边给你录。不过，就是这个角度看起来很像，我一拿到 DV 它就要逃跑这样。他要跟我讲，我马上找他。刚刚我们，可是照理讲，他不那么快就吃了吧？刚刚下去蝌蚪越来越大嘛，肚子。有。我刚刚下去怎么一看它肚子怎么又开始就已经大了，已经有很多只变成黑桃哎。他们喊我第二回，等一下。嗯。刚刚那只。哇，那个有一只蝌蚪吃到两边都飞起来。哇，不止一只哎。等一下抓起来就知道它有没有减重。哇，会不会太刺激？一个晚上遇到两次喂了。那个跑出鸡舍的话，哇！等一下，跟你录一录，结果一只蛇从我旁边身上了。然后把青蛙吃掉。然后我们就要把蛇抓起来解剖。希望是不一样，青蛙赶快跑掉。
它又往上爬了。跳下去吗？没有，它刚刚又往上爬了。可是我觉得那种很瘦的可能还是会有吧，还是会吃不到，因为有刚刚那一群挤在那边的。哎呀啊！刚刚他跳走，他跳走，在记录板附近。我刚刚听到声音。我把弓挑啊，好，冲啊！你先弄啊，喂。跌倒。哎，吃饱了，没反应呢。不行，他不想回。